江义县安静公园和分林县丁爱公园育幼院，佮有家己慈秀园育幼院合作，有将近100位的师生伫咧家己县东石乡的白水湖受到举办分家家至少安置和教育机构特产绿水净滩活动，用实际行动维护着自然生态平衡和环境品质，共同为海洋生态营造一个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都是嘛来教导囡仔正面的人生观，肯定。生命期待。该管社会局戴彩平副局长表示，首次甲三间的治校机构囡仔做伙参加净滩，唔呐，互咱关心环境，也可以当促进社区甲团队合作的意识，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咱做伙为社会改善出一份微薄的贡献。安仁家恒嘉宾者院长表示，透过净滩活动，教导囡仔自助助人志愿服务的行动，帮助环境美化，同时也教导囡仔守护环境生态重要性，同时特别。感谢嘉义县社会局在同花镇嘉义市树立福田福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的赞助，帮助阮顺利完成这次的活动。今天安仁家园跟嘉义市的修园幼儿园、云林县的长爱家园，三个儿少机构联合举行绿山绿水净滩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部分，习得说别人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别人的概念，自助助人概念，让我们的院生，发挥自愿服务的精神，而且这个自愿服务精神是从小养成。其实哈，我相信哈，今天哈，大家去沙滩上净滩完了之后，看到沙滩哈变得越来越干净哈，那大家有没有很高兴？虽然哈，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沙滩的脏东西全部清除干净，但是哈，我们逐渐的清除一些。透过今天的活动，三个小安置机构正式成立分家家至小安置机构七月联名，就由互相团队互动甲师生之间的交流，互相帮助做伙带领囡仔培养自助助人志愿服务的精神。新新闻朱来成、邓九香采访报道。失智症是一种病，不是正常的老化，镜头不来记忆退化。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譬如讲，代志虽讲虽袂记，无头神，情绪无解稳定，个性变甲搞猜忌，物件无去，唔知你安怎找顶顶的镜头。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早期发现，专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会当预防和减慢生活功能退化，